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哦。那我们今天与神同行第十七个小项目，我们专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的旧节碑文哈、哦。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碑文呢，以刘伯温的这个名字出现呢，这是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哈、哦。前面我们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刘伯温的许许多多的预言呢，包括百年呢、刘伯温百年预言讲到了这个弥勒出生在呢金鸡墓哈、哦。这个虎兔之年出生在中国金鸡墓、哦、中国中天金鸡墓，然后也还有这个刘伯温以烧饼歌的形式呢，又出现在千佛灵皇万祖下界，还有金仙之路呢这样的讲到未来佛下次在人间的情形哦，讲到这个1992年所谓的老水还潮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未来佛弥勒佛呢，他已经在这个所谓的中国呢前面的展开他的红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的救度哈、哦。那今天回过头来，转过头来，还是以刘伯温的这个旧节碑文为专题哈、哦。我们来跟各位来好好的谈一下这个旧节碑文的整个背景因素哈、哦。那一般我们知道现在民间呢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呢以科学的立场呢在分析、哦、分析这个武汉病毒呢出现呢它的一些所谓的可能的来源哦。可能实验室啊 P4 实验室啊武汉的这个 P4 实验室流露出来被人家加工过的这个一个病毒哦。但是这个天象变化之下，常常就是有些动作呢大家呢以为是人工操作，就像人定胜天的概念那是完全是错误的齁、哦、人只是想说这样做想要达成他的什么目的呢，是上神另有安排齁、哦。大家都不知道一般无神论也不容易理解到说很多人类的很多的事情呢都是神在安排哦，就像一些这个有宿命通的这些先知先觉呢古圣先贤呢先知先觉们呢都希望呢这些所谓的神圣人呢他们都预言到人类目前会遇到的事情哦，当然这是我们围城时常在跟哥哥讲的世纪大预言中的圣人出世哈、哦。那圣人出世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武汉的这个瘟疫呢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是的，这个其实上这有非常大的关系哦。整个人类呢文明史呢有2亿年呢一直到这里呢这时候其实是末法末节的最后了，宇宙在沉入幻灭的最后千佛灵皇万祖下界，一直到现在呢一直在这样等待着所有的生命的最后的救度哦。这个就是整个武汉的瘟疫，现在大瘟疫这样的世纪大瘟疫被爆发出来的很大很大的背景因素呢这是一般我们按照科学理论去推理的人所无法明白的，更是这个无神论的共产党的这个世界呢所无法明白的哈。那人类是有神的一面哈这个中国又是以神州来出现哦过去人类当然出现半神半人的时代哦，只是人类呢越到后面呢越迷失了自己的时候，神的那面的能力都不见了哈、哦、变成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些所谓的魔术哈、哦、一些所谓的大家讲的特异功能也好哈、哦。那事实上很多都是人的本能哈、哦，所以能够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写下这种所谓的这些碑文预言来警醒世人呢，
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了。那今天特别讲到这个，单独特别来讲到这个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的旧节碑文呢、啊。之所以被称为旧节呢，在过去呢，可能啊，我也把这篇文章很早就放在我们的啊回家的路的这样的博客上。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讲得太惨烈了啊，不大敢质疑的，就把它先放在那边哈、哦，并没有一开始就来特别来讲这个旧节碑文哈、哦，一直到最近这个啊，这个武汉肺炎这样整个炸开来的时候。哇，那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大敢相信的。但虽然不大敢信，敢相信这样一回事呢，还是非常谨慎的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哈。这里面啊，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哦，它有几个点哈，它能够把这个啊武汉肺炎呢发生的这个大瘟疫的时间点呢啊点出来哈，好、哦，然后呢又这样又把这个惨烈状况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当然这以中国为主哈的一个瘟疫，但它在末末节的时候是全球哈、啊、全球普渡的时候，当然这个瘟疫的警醒世人也是全球性的哦。那他特别讲到这个所谓的南过啊诸鼠年哈、啊，就是讲到这个时间点哈、啊，啊九冬十月间呢，也讲到那个啊大的年的一个一年里面，大概就是在冬天哈、啊，啊会发生了、啊，贫者一万流一千，富者一万流两三哈、啊。这里是说点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啊十分之一哈、啊。啊，一般来讲哈、啊，这个就是啊，十个留一个哈、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大陆14亿人口哈、哦，留下1亿4千万，这个就是太大太大的劫难了哈、哦。那在中国无神论的这一路过来的话，人无心法约束的话是啊无法无天的。那无法无天的时候，很多人泡在其中呢，其实啊真的是怎么讲，很多做的事情超过想象了。啊，跟随着共产党一直迫害，一直迫害的这个所谓的啊善良的人们哈、啊，还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哈、啊，这个是啊惨不忍睹的，甚至这所谓的啊这个有所谓的1999年七月开始呢啊7月20号开始破坏的整个的哈、啊、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种事情哦，包含活灾器官呢。啊，据那个啊，这个接着的观察看到呢，事实上这个法轮功学员被破坏呢，将近呢是啊，这个有两三百万人哈、哦，甚至后面的活灾器官啊，几乎这些前中国的医院几乎都参与的这个活灾器官哈、哦，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几乎是灭绝人性到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罪不可赦的行为哈、哦。那今天呢，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遇到这样一个武汉大瘟疫出来，包含前面的啊这个猪的瘟疫的话，在前面的警醒呢，甚至在啊更早之前的 SARS 的这样的警醒，都不是偶然哈、哦，都不是偶然。最后发现到的黄河水清，2017年11月左右黄河水清的事情，当然也不是偶然。但在这旧节碑文里面，其实也有啊为大家讲到，除了这个所谓的这么严重的十个人只留下一个人的这么大瘟疫的爆发的话。啊，在西方的这个研究的学者也发现到，这个是一个啊所谓的核热核级的哈，什么热核级？核弹下去当然一下就炸死了很多人啊，但这个哈、啊、一样是热核级呢，可是呢它是啊这个慢慢的这样炸开来，所以慢慢炸开，其实速度也非常快哈、啊，速度很快哈、啊，速度很快哈、啊，但怎么来挽救呢？其实旧节碑文既然是旧节，就是在救这个所谓的世纪大瘟疫的。这个劫难呢，当然后面留下呢，我们看到后面呢留下了三个字呢，非常重要的三个字呢，好，这个是所谓的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当然这个劫难还没发生的时候，这一篇文章大家都看过了，
所以这个圣人也留下这样的旧结碑文来提醒大家的时候，那今天都点到了这个所谓的湖广遭大难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哈，也是比较近期的预言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因为这个苏明通不用拉得太远哈，不像推背图哈，1300多年前就看到了啊。事实上，这个劫难在推背图当然也有讲到哈，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专注跟各位讲到太白山的这个刘伯温的旧结碑文。那这三个字跟大家讲的三个字呢，就是讲到什么？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其实就是啊真的意思哈，真真假假的真哈，三点加一勾啊，这个就是一个善字，这个对不起，这是一个忍字哦，八王二十口就是一个善字啊、哦，所以合起来就是一个真善人哈。各位要啊逃避这样的规避这样的一个劫难呢，记住把真善的三个字哈放在心里呢。那网络上呢有传道呢，事实上这个圣人有留下了一个九字真言呢，就是也把这三个字放在里面，各位呢放在心上呢，自然这样可以免除这个瘟疫哦。那就是啊，法轮道啊好，真善人好。那法轮大法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事实上啊，就是真能够救度大家哈、啊，这个规避了这个整个瘟疫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的传下去啊。那这样的一个旧结碑文里面，特别又讲到朱洪武哈、啊，就是朱元璋明朝哈、啊，这个所谓的啊，事实上在推背图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日夜明的事情，就是啊第47相嘞啊。烟武修文紫微星明哈，就讲到类似啊这个明朝的这个啊皇帝朱元璋的啊的出现哈啊，所以又讲到架桥迎新主哈，若问太平年啊架桥迎新主。事实上这个改朝换代在黄河水清就已经出现了，所以黄河水清真龙出真命天子会出来哈。那当然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啊这个主要的传承里面呢啊，汉朝这个一路过来呢，这个汉人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这个啊主要的这个真命天子呢啊，就是这个紫薇呢啊，就是紫薇星明呢，就是有暗示到这个朱洪武这边的事情哦。所以架桥迎新主哈，若问太平年，架桥迎新主，这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天机哦啊，这个上言甲子到，人人笑哈哈呢，其实啊，这个跟甲子年哈。啊，就是新年是庚子年呐、啊，啊，同样六十甲子六十的啊，四年一次的这个庚子年呢，其实啊，有很大的天机在打开啊，啊，人人笑哈哈，问他笑什么？迎接啊新主道哈。啊，这个旧结碑文其实也有很多的地方呢啊，一个字一个字可能大家看不大清楚，在传抄的时候也遗漏掉了啊，要看到真实的碑文呐、啊。但实际上大部分呢啊，八九不离十的一点到这几个重要的重点呢、啊，就是这个旧结碑文讲到这个湖广啊会遭他，那呢现在广州也轰沉了。那这个武汉这边呢，好、啊，这个也湖北这个啊，这个湖北湖南的这边全部也其实啊，大家知道哈、啊，都已经遭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啊这个瘟疫的打击哈。好 啊，这个所谓的丝绸难过处暑年呢，啊，这个当然这是在其中哈、啊，其中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呢啊，所以啊。这个旧结碑文最后的提醒大家三个字哈，叫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就是真善人哈啊，这个就是啊被啊当年被中共迫害的最严重的啊这个所谓的啊法轮功啊这个虽然是叫做气功，事实上各位看过我们 YouTube 的就知道，事实上这是一个创世主哈、啊、弥赛亚创世主弥勒圣人他所传的宇宙根本大法哈、啊。
那初期在中国用法轮功的名义呢，所以如来下士悄悄然这事情也迷惑了好多人哈。在1999年7月20日，中国大陆整个大挤哈，这个共产党大挤的打压他，因为他的人数实在太多了，短短7年1亿人得这部法哈不得了，在修心养性啊，修这个啊真正的宇宙根本大法，从内心改变自己哈，提高行性哈。那在后面整个打开来的时候，大家才逐渐看到，哇，不得了，这个就是预言中的啊，弥勒圣人哈，弥赛亚哈，基督救世主啊，意思的东方圣人传的法哈。这在我们的围城的 YouTube 里面哈，有整个跟大家介绍哦，各位回头啊，赶快去看看，赶快订阅我们频道，整个人类的整个宇宙的更新变化成住画面，到最后的末王末劫圣人出世的整个过程，我们都把它用 YouTube 的留在这里哦，各位看看我们的 YouTube， 把我们订阅啊，赶快分享出去，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整个生死存活的最后的抉择哈，不是一个生命呢啊，这个所谓的轮回转世死了，就是这个肉身死掉啊，灵魂不死哈，这样而已哈。事实上最重要是成住幻灭，宇宙庞大，宇宙这个啊爆炸，这个所谓的末法末劫哈，就不是啊一次的生死而已，而是这样整个宇宙的毁灭哈，那就是自己生命的根源本源上的整个啊，会彻底的遭遇到的最大的劫难。所以在这么大的这个啊，警醒大家的这个许许多多的这种劫难的预言呢，一路一路在这是最近的几十年里面一直出现的时候，都在警醒大家。但这是警醒大家的时候，天机也打开到不可思议的。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为何来？要去哪里？这些都前面的打开来了，各位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今天啊，会在中国大陆里面呢，被中国共产党所统治，包含被这样的啊逼迫也好啦，被诱惑也好啊，被绑架也好，事实上啊，这都是有原因的哈，就是因为其实考验大家哈。大家都是天上下来的神，很高的神哈，所以今天呢，要经过这么大的磨难，才能怎样，才能留下来，而且还能得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哈。那这个创世主东西方都在等的这个所谓救世主呢，所传的法呢，事实上啊，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个所谓的啊创世大法哈。我之所以用创世大法，是因为它其实不是气功哦，在1997年啊，这个11月16日的啊，创世圣人呢，他在台湾呢，他就把这个宇宙正法天机打开来了，在陆续在后来的很多的讲法中，也打开来了很大的天机。原来这是一个宇宙根本大法，前所未有在人间的红传的一部大法，所以才能在短短的7年内，在无神论的世界里面，让一亿人啊身心受到了。要提升哦，整个啊修炼上来，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啊250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啊未来佛弥勒圣人将下来哈、啊，所以耶稣在希腊山这个尼泊尔的希腊山这边呢啊，在修炼呢，跟三个东方博士一起修炼的过程里面呢啊，其实也知道弥勒要下来哈、啊，所以他回到中东的时候，告诉这个他们的这些啊这些弟子呢，还有朋友呢，就是啊弥赛亚要下来哈、啊。所以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弥赛亚救世主是同样意思呢，它整个就是源自于这个弥勒哈，弥勒在我们中国的文学啊，大文学家呢季羡林先生呢啊，他在研究这个弥勒两个字的时候，弥赛亚三个字的这弥赛亚这个音译呢，大家知道就已经证实了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啊，我们在讲的弥勒两个字，事实上跟西方的弥赛亚是同样的意思啊。啊，他跟他的啊弟子呢，陈学忠先生呢，一起发布了这样一个证实和考据的结果。
那既然这样的时候，其实西方很多的朋友都应该要知道，他们等着主的归来，这个弥赛亚其实在东方，也就复活节的 Easter 啊，这个东方圣人呢、啊，东方圣人这个事情，复活节事情，我们都跟各位讲过，那是诺查达马斯500年前就看到，1999年7月啊，这个圣人呢、啊，东方的圣人为人类承担了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劫难跟罪业哈。最后留下复活节 Easter 东方圣人属兔的东方圣人，还有那个啊鹅蛋哈、啊，主已来到了鹅蛋的5个字的啊这个鹅蛋出现哈、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旧节碑文跟各位讲到了啊，当然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真善人3个字，整个旧节碑文的最后。如何来救大家？这个劫难就是要大家赶快心中默念这个啊，这个真善人这个9字真言哈、哦，这是创世主在宇宙中传出宇宙的根本大法，这个啊，用宇宙特性3个字真善人来暗示大家赶快回过头来啊。如果说各位有机缘的，你可以找到这个啊法轮功的学员呢去练这个法轮功，当然你就一样可以规避这样的劫难了。同时，你如果没有时间练没关系，你就这样呢啊，练9字真言。在海外的很多朋友一样哦，啊，各位在海外很多的宗教系统是没有打坐这回事，那没关系，一样以祈祷的方式呢，你心中默念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天各位来听到这样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命哦，救命的这个说了、哦、我们讲的救命线，但也好，这个不用你花任何一毛钱，就是一个心理哈、哦，一个心性的提升，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善意哈、哦，这样的啊，来呼吁到自己也好，自己成人空间的生命呢，能够同化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啊。这当年呢啊，1999年7月20日后面呢啊，这个无神论的共产党这个破坏呢，死了这么多的这些法轮功的学员，其实也都是为大家来承担这些劫难哦。这个都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事情哦。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这样啊，为了救助大家呢，救赎了大家呢，啊，这个创世圣人呢，把他自己的也承受了不可思议的，到最后死而复活，非常多的事处，用闭关了9个月，承担了整个宇宙的众生的罪业哈。所以才后面才大家哎，各位呢留到现在呢，其实这个创世大法已经红传27年多了哈。那今天大家要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实际上在1999年7月20日的时候啊，借用中共邪恶的这种破坏的过程呢，已经向全球人类呢啊这个宣告了啊创世主的来哈。但是虽然是以气功的名义，有心的人呢，赶快去看一看。怎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多人在写哈做好人的这些事情呢？你一看就知道不得了，这个是一个高德大法，宇宙根本大佛成大法已经在人间传出来了。所以当年呢，1997年的时候啊。啊，围城，我们这里哈、哦，一接触到这部法的时候，哇，境界这个啊，弥勒下士的天际哈、哦，整个炸开来了。那今天呢，啊，这虽然是在这个劫难的关口哈、哦，啊，我们看到这个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的旧劫碑文哈、哦，啊，不得不赶快呢，在这个跟各位做一个专章的介绍哈、哦，因为太重要了。啊，救人于这个所谓的最大的劫难中，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啊！希望大家呢知道啊，我们这个 YouTube 的时候，赶快也分享出去啊、哦！真的赶快分享出去了啊！最后还是告诉大家，事实上这个所谓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在不管是避过这个劫难呐、啊，有相当大的啊帮助以外，平常你在整个平常的生活中呢，还有很
多的事情上，在你智慧打开方面也好啊，整个都有帮助咯。平常就练这九字真言，对你、对你周边的朋友、包括亲朋好友，就是有相当大的帮助了。甚至把九字真言送给你的好朋友们啊，甚至这些家人，还过去的这些生命的祖先呢、啊，啊，这无量的世人跟众生呢，这是对你的整个修为都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啊、哦，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后面讲到架桥迎金主呢，啊，这个又是另一件事哦。就是人类在这个整个劫难中呢，啊，整个过去呢，当然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圣人出世的天机哦。那这个啊，跟我们中方啊所讲的弥勒下世明王出世也有相当大的因缘哦。各位如果有空呢，啊，再看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就会看到这些的啊天机的整个轮廓哦，也会找到我是谁啊，到底我是谁，为何来啊，为何来要去哪里哈、啊，整个东西方。不解之谜都在维城国际这边呢，为大家解开来哦。啊，欢迎大家的订阅哦。啊，还有欢迎大家呢，赶快转发出去哦。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个你这个不可思议，因为现在每个人的来历都非常的高哈、哦，只是这天机没有被打开。各位呢，一个善念的把它分享出去，不是有多少人呢会看到这个文章，听到这样的天机啊、心中呢就升起这个九字真言的啊一个念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的话一听进去，哇，一明白，一理解，哇，天哪，这个救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啊！虽然在这个啊《救劫篇文》讲到了，贫者一万流一千呢，富者还一万流两三老、哦，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赶快把它轰传出去哈、哦。这个真正能救大家的，就是这个九字真言哈、哦，希望大家啊。真的真的有心哈、啊，你这个能够听到我们这个有这么大的福报的因缘，听到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九字真言的时候，讲到这个啊，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的《救劫碑文》，讲到了这样的天机，这样的九字真言的时候，希望大家一起把它啊转化出去哦，啊，也希望全球人类都能听到这九字真言，那、啊、避开这个啊所谓的这个世纪大的瘟疫哦，啊，再送给大家。加九字真言哈，以三界无量层层空间的一切佛道神仙人鬼畜魔呢，有形的生命、无形的生命、有意识生命、无意识的生命哈，有形体、无形体的，说得到、说不到一切生命，都能听到，都能同化这部宇宙根本大法，都能明白这个啊法轮大法好。真善的好九字真言、哦、也能接受到这九字真言，同时呢把它轰传出去、哦啊、让全世界整个宇宙都能够明白到创世主以来同化到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哦、那得到一个完整圆满的救度、哦啊、再送大家九字真言、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非常感谢大家、哦、啊，一起来，好、啊，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啊，把这个信息天机呢，救劫的真正的救度大家，度过这个世纪大劫难的真正的九字真言呢、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